就说加这个粉。哎呀，要加一半是啊。台湾的粽有分两种，一种是北部粽，啊，一种是南部粽。北部粽是甲糯米先炊好色，啊，包一挂香菇、甲蛋仁，啊，搁有肉、啊虾米，落去做伙包包叠起啊。啊，南部的粽是用青的糯米，啊，套一挂土豆，啊，搁有放一挂肉、香菇啊，啊，落去用水撒，甲撒好色。差不多3-4点钟左右。但是没有开的关系。也包猪肉诶，包猪肉诶，做咩？哦，基本饭头下下边啊，香菇、包猪肉，伊做咩吼？用调味，用调味啦，用调味，用调味，用调味做7-40分钟，咱希望诶，哦，好食，好，好食。你干嘛讲这话诶？介绍粽子，对，很漂亮。我记得小时候，我们家后院会有糖厂载甘蔗的火车经过，有一些甘蔗偶尔会跨越铁门掉进我们家的后院，我们也会光着脚跑去抓蝌蚪，也用报纸跟竹筷子做风筝，我们也期待假日的时候去垦丁看那蓝绿色的海洋，跟听那海浪声，或是去山地门跳进那冰冷的瀑布下的泉水。